吸引你进行及第二阶段的比赛。如果出现相同的环数，进行及规则为加赛一件确定胜负。加赛若环数相同，继续加件，直到决出胜负。这个项目的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，现场观众们来点加油的声音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女子射箭预赛运动员入场。一号码位准备发射。一号码位第一箭脱码。
以保管为第二届投保。一号码为第三届七环。哎，落寞的离开。二号码为准备发射。